三立电视台有史以来接到最高的罚款，就是杨秀慧造成的。他在超级夜总会里面的表现已经限制级在限制级，但是马来西亚的朋友要求说杨秀慧要重现那一段。现场咱这女士朋友吼，若要敬安的，你一定听我甲你苦劝，头前一撮人摸摸的，一定爱敬过哦，表示身体健康。啊哈，不要不要，我还要啊哈，不要不要不要停，因为我一撮摸摸啦。查甫人，那是听听，放尿必相称，公共便所放尿放到共起冤家。放尿到袂输咧滴鸡汤滴咧滴咧，因为拢滴袂清气的。这个时阵，你都爱找杨秀慧。杨秀慧唔呐，敢若有一块好食的粿啊娘，伊去甲你报一杯，请看，一个人抓一只鸟为商标，人招牌不是不是为个天来，讲到会开，讲人会爱，讲到你无爽歪歪。三立电视台。有史以来接到最高的罚款，就是杨秀慧造成的。他在超级夜总会里面的表现已经限制级在限制级，但是马来西亚的朋友要求说杨秀慧要重现那一段。哦，原来马来西亚朋友介意这边的哦，那安尼，咱就当做好朋友啊。来，道具，道具，好来。哎，有道具哦。他曾经在节目当中叫卖过一种男人的产品，哎呦，哎呦，来呦，来呦，来呦，创下很高的收视率，也创下被罚款的最高纪录。那么这一段，马来西亚的观众要求说，杨秀慧一定要买这笔油啊，人鸟牌嘛，预备 ，camera。哎呦，啊，现场的咱这男主朋友吼，先生阿弟弟啊，哈。啊，是学你送阿爸爸，天天和你某讲啊，要和你死，和你死，和你死，啊，无一摆死的成功，讲你家己先死的。啊，天天和你某乌林走去藏，啊，白林走出来讲，啊，笑你无路用，无路用安尼。尤其查甫人哦，我跟你讲，现场咱这女士朋友吼，若要敬安的，你一定听我跟你苦劝。查甫人，若是后壁一撮毛毛的，唔通嫁。为什么？伊天天叫伊某爸，无路用。无路用，哈！你做嘛都还袂爽快，你就出出出！头前一撮人摸摸的，一定要紧戒哦，表示身体健康。啊哈！不要不要，我还要啊哈！不要不要不要停！因为我一撮摸摸啦，查甫人那是听听，放尿必相称，公共便所放尿放到共起冤家，放尿到袂输咧滴鸡汤滴咧滴咧，因为拢滴袂清气的。这个时阵。你都爱找杨秀慧，杨秀慧唔呐，敢若有一块好食的粿啊娘，伊去甲你报一杯，请看，一个人抓一只鸟为商标，人招牌不是不是为个天来，讲到会开，讲人会爱，讲到你无爽歪歪，有人没有？没有？没有？哎，什么牌？什么牌？没有？没有？没有？还什么牌啊？管在主管。林总嘛，专门咧甲少年啊补血。你徛好，我看卖。你看到啦？你这吼，应该爱暗时十二点来找我。我吼会甲你教砖头的功夫。到了到地吼，迄查囡仔看到你吼，敢若袂输五气啊、四条的，敢若袂输臂甲你夹条的，爱等陈雷公才会放。要去对找你啦！啊，要去对找你。哦，你会当敲我的电话。几号？几号？几番？几番？0800足无用，足无用。0800950950，你敲我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算讲做些功德，跟你结缘，即款。3000。食饱四粒。食袂好嘛，食会饱。是要食好长哦。啊，你听我笑，笑到到底，我跟你讲，你若坐吼，爬起规块椅椅啊，拢夹起。紧转啊啦，紧转啊啦！爱记得食，啊你也想我，爱打电话给我。小爱姐，紧转啊！0800足无用，足无用。掌声鼓励。